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尘解说三国杀。本期我们看起国战娱乐，播放第一盘庞神。哎，我操，木有选择的庞神，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啊，很尴尬啊。但尴尬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这边是一个四号位，然后一号位就开始了，这南蛮开起来了，这个还是不错的啊。我要给你鼓励你啊，我鼓励你。哎，我操，二号表示这就开始射，果断袁绍这就清场了。开玩笑，袁绍说这就清场了。这就要清场，要清场啊！然而这袁绍并没有清场啊。然后袁绍说还要射啊，甭管射死谁跟谁啊，反正最后一发啊，射完算完啊。这个射是吧？失败就是吧，倒霉得了啊。好的，我们表示补起来，补起来。好的，袁绍你最多能射一发，我们还能活，我们还能活。好的，这边打死一个香烟，给力，打死一个，哎，没有打死谁。袁绍说就要再射，我们表示就要快死了，真的快死了。快死了，哎，打死一个太史慈，哎，给力啊！又打死一个暗将，好的，打死一个孙坚，给力，给力！又打死一个甄姬，给力，给力啊！然后我们现在就打啊，灭大魏，灭大吴，这是牛逼啊！我靠，我们这边一个借刀，我靠，直接带走了荀彧，我靠，然后这边出长沙，果断带走了邓艾，我靠！然后这游戏这就他妈的结束了，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 EA， 哎，怎么感觉是一盘魏国的？这个不符合节奏，我靠，怎么就是一盘魏国的？我们选择一个荀彧辽城，我靠，然后这边这个燕儿国呢开一个南蛮，然后国呢杀这邓艾，然后这边杀起来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我擦，超级大魏国的抄起来了，我靠，然后这边操动了，我靠，然后这边邓艾国呢起来一堆炮，我靠，桃儿也起了，我靠，土豪你懂吗？土豪你懂吗？土豪你不懂啊。然后这边土豪的世界国呢非常风骚，我靠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没有闪了，我靠，果然一手桃儿搞三张桃儿搞啊。当然我们这边是一个魏国，是我们的队友。我们表示很开心啊，这个基本上是使不了的，使不了的。好的，荀彧啊，不是这甄姬啊，这个判定吧，这个很不给力啊，这个。好的，我们表示拼起来，卖起来，好的，然后这边开头员开起来，好的，魏国补起来，然后这边基本上这就要赢了，要赢了，然后这貂蝉也是一个离间了，我靠，坑起来，然后这边这个乐进也是削他，削这貂蝉，我靠，非常轰缠，我靠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节奏的话，并没有什么节奏啊，然后这边。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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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国碾压了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嘞？什么可说的嘞？啊，这个群雄基本上是不具备与我们一战的能力啊！只要这貂蝉是吧，没有那么风骚的话，当然这貂蝉修炼短，想风骚他也风骚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好的。然后这边这个孔融表示，接着礼让，果断想礼让给这张飞，张飞表示抱起来。哎，当然这边这个独裁已经被干死了，然后拆张飞一个张飞啊，好把张飞给拆了，你喝动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果断拼点，哎，拼点失败啊，不动寒。然后这边果断想带走这甄姬，然而你并没有足够杀啊。好的，我们这边的话接着再偷起来啊，但是我们得找一个人，然后再去偷他。然而并没有这样的人啊，操，哎。然后这边这个甄姬是果断想带走这乐进，但是我们表示果断啊，不是这甄姬想带走这貂蝉，那果断我们表示再拼点出杀，还是我们带走这貂蝉，然后我们接着火攻带走这燕人，然后这边也是吃个桃啊，然后这边来一刀，哎，你带走这燕人，然后、哦、你带走这几人也行，然后这燕人投降神迹啊，敢不敢咱们？好的，燕人死了啊，几人投降神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我操，你投降，说好了投降，你趁热，我操，哎，他不趁热啊，你可以不动他，一二三，投降神迹，哎，我操。这几人啊，没有眼色，没有眼力劲儿啊，是吧？这个叫你投降你就投降得了你，哎，最后这甄姬为什么赢啊？为什么最后他清场？你有他坐在这六号位啊，我都是不动寒的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啊，是一个太子李典，看一下主视角是童奥，我们是一个七号位，我们选择了一个李典曹丕。我们就是什么这么很悲催的啊？没有很悲催啊，这个我只是很习惯的说了一个很悲催的词语而已，但是并不悲催啊。好的，我们表示啊，就这样开黑走起啊，我国战李典曹丕啊，是吧？然后表示很厉害，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开始苦的黄盖孙权、啊，然后我们果断行上了一手牌，我操，这是啥人品呢？我靠，哎，不和谐，刚才有一个不和谐的词我没说啊，是吧？一般是写成英文字母的，我一般是不说的，像那种英文字母一般我都是不认识的。好的，然后这泰尔斯果断拼起来，我靠，拼起来，我靠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回合，接着抱起来，好像保重，众将死战，好的，大寻寻开南蛮，好的，哎我擦，哎我擦，哎万剑万剑，好的，雷雷雷、啊、不雷是吧？那果断摸摸摸，好的，接着摸起来，我操，全场大摸牌，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方片 A， 我们需要一张方片 S， 在哪里？ Where you are
哎，在我们手上，哎我操，喝不动。然后这边滚动开始出杀，在我们的上边，然后这边把他杀死了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好的啊，接着再杀起来，火攻，走起走起，果断带走他。哎，好的，接着再带走这江夫人。好的，给力。然后这边也是接着再看到两个头，我操。然后这边接着再带走这六号位，然后六号位就死了，然后把他牌拿过来，然后接着再杀这泰尔兹，然后接着再杀。那泰尔兹果断亮出一个轴塔，还能顶。然后我们接着再杀这张角，张角表示我也死了。然后这边接着把牌拿过来，然后接着再杀这，杀起来，杀起来，杀起来。对对对了啊，反正我们牌多，不倒下可以。哎，不倒下，不用倒下，没人求你倒下。然后这边这个分分钟就把这倒下了啊，是吧？这个哎，虽然你不想倒下，但是啊，你还是死了。哎，这我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说啊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太子甄姬啊，选择一个甄姬曹丕啊，主视角 ID 还是我们的同奥，我们是一个七号位啊。好的，南门开起来。哎呦我操，好像人很多的样子，别给野了。啊，完了，一号位也是魏国。快亮，快亮，快亮！快亮，快亮！好的，马上出来。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并没有人野，就四个魏国，喝不动，喝不动啊！这其他的人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魏国。如果你是魏国，你也没必要是吧？不卖是吧？这个明显是超级大魏国的节奏啊，这个不用多想的。好的，直接打了一个伏羲，然后这边弹一发表示不虚，然后这边你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啊？李典表示接着大木牌，我靠，不要太爽，我靠，这就是李典的清场，我靠，哎，好的，然后这边李典接着再杀，果断把这，并没有带走任何人，万箭也是没有带走任何人吗？可能要带走荀彧，然后呢这边有桃已经挡不住啊，要带走了陆神，然后陆神果断就被死了，然后表示陆神的牌两张方片，一张草花啊，这个方片还是有杀有闪的，然后并卵，然后我们接着再寻伤这黄老爷子的牌啊，这个有一个有几张武器什么的，一杀一闪的，这个大家牌还是不错的，虽然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他们都为什么这万箭南蛮都不出杀出闪啊，这个果断就被打死了，然后这边那个熊猫表示，呵呵呵。然后来一刀，来一刀，来一刀，好的，带着这小条，小条这就死了。暗将可以考虑投降神将，一二三啊，不管一二三呢，直接一刀你就带走你得了啊，是吧？就算你是一个亲场的袁绍啊，不是，就算你是一个袁绍啊，也不能亲场啊。这个就算你亲场的，那你也是魏国的 DPS 啊。所以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赢的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小月亮。我们看一下主视角 ID 叫戴笠。一号位怒杀这八号位，二号位开始走起，是吧？果断当一个主播，因为这是一个主播场子，所以我们说二号位开始走起啊。然后这边三号位、四号位接着走起，果断接着当主播啊，我们也当主播。哎呦我操，这个主播场子你只能当主播，你一当别的你就被干死了。好的，这燕人出来，他果断要被干死了。然后这燕人表示带带带，直接把这燕人带走带走，啊、不要想太多，直接把燕人干死。好的。给力，果断一号这就死了。然后旁人表示就这样去了，哎，旁人这就死了。然后这边这个刘备这儿一通分牌，我操，八张牌，我靠，燕人被暴起，我靠，我们表示我们也出来，我靠，果断开始清场，我靠，但我们并没有啊，这个因为我们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锦囊什么的啊，比较尴尬还是。好的，看了一下我们，哎呦我操，你弃牌，你弃给第二张，二张表示我就暴起来，然后果断开始带走嘞。啊，亮出一个作死，亮出一个作死，睡不动啊。然后我们的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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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说话，是吧？我们的话，我们不说话，我们看着啊。我就静静的看你装逼啊，不是，我就静静的看李门装逼啊。好的，我就静静的看灵门装逼。哎我操，接着装。好的啊，这边也是打得非常的热火朝天，弄火闪电，闪电，闪电，砰砰。哎我操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是有一些恶趣味的，看到一个闪电就想让它碰起来，然后闪电碰死这刘备，哎，我都是不动寒的，这碰死我们队友的时候呢，我们表示很开心，是吧？这个反正他也离开了，爱空不空，爱死不死。好的，我们接着洗白过，然后看这贾诩的后头，他也是接了一个绞杀，我靠，果断杀这二张，二张表示赢闪。然后里面这个张飞这儿也是可怜可怜洗白是吧？这个哎不动寒，然后这边也是非常可怜的节奏，然后接着再怒杀这郭嘉，郭嘉说。还能顶他，好的，然后这边亮出一个张格，表示能存牌，能存牌的郭嘉，你以为我要寄牌给你吗？开玩笑，二张你涂烟啊，是吧？不动盘，然后这边这个贾诩这儿也开始哎，借刀杀人再背歌，
猥琐还能更猥琐吗？然后这边一杀一弹再弹，哎我擦，燕人表示憋了那么久终于抱抱啊，终于抱了一抱，果断抱起了节奏啊。我们的上家果断也是杀了燕人，好的，杀起来杀起来，然而他不给这任何人贴兵。好的，我们表示甭管这么多啊，这就开始搞起，然后果断带走他们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都去死吧，是吧？这个可以助我们。然后接着在铁镰万剑走起，带走人头，哎，并没有人头带走，然后这边这个曹总的人头拿过来，哎，曹总这就拿过来了，然后接着带不走这锅尖，然后这南蛮开起来，然后这边果断带走这耳掌，然后这边接着再杀，哎我擦，还有两张闪，哎我擦，压力好大，然后一个火攻，果断带走这锅尖，然后这边接着跟这甲举打，然后再是吧，锦囊用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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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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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赢了。啊，赢了啊！怎么这么快？我没反应过来。我们接着看下一张，是一个医学起爆的大月亮啊！看一下主视角，是我们的江南。哎，我这会儿很想唱一下这什么什么的谁的江南啊，但是我忘记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啊！哎，不多谈，不多谈了。这个啊，大家懂的，大家懂的是吧？这个哎，这个像我这种主播啊，一向是哎。啊，这个果断唱歌啊，比这什么了还难听呢，是吧？哎，我就不献丑了，不献丑了。哎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一说到我这，不会的部分啊，我他妈都结巴了啊，是吧？我都是不多谈的啊。然后这贾诩果断出杀这六号位啊，然后这边那个邓艾也是直接大洛神，然后这边出来一个死嘛阿姨，果断给他啊啪。淡定，然后这边一个剑一刀果断开启这南门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挂了一个闪电，然后火攻我们，然后我们说哎，我果然不是结巴是吧，我没有结巴，哎，然后这边这个我们接着再拆啊，果断拆掉这牌啊，给力，然后这边接着再连啊，然后这开不中啊，锦囊还是有一些的，但是也不是很多啊，估摸着也是干不了什么更多事，然后果断开始决斗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扎不能弹，这是要死啊，好底好底，啊，这个空城还是不错的啊，顶住顶住，只要顶住，机会到兜里有啊。现在也没法跟你香香结姻啊，比较悲催，比较悲催啊。然后这边九火杀啊，死蚂蚁表示刚顺了一张伞啊，果断顶住啊啊。然后这边看一下这六号位啊，果断也是直接亮出一个迷夫人。哎呦我擦！坑逼坑逼，哎呦我操，你给这香香永绝，哎好的，这杀还是很有用的，扛这乱舞啊，我操，留疤呀，我靠，哎，如果没有这杀，我们当场这乱舞那就死了。好的，这个闪电什么的不许死嘛，也都没有牌，哎，这个闪电我们这个关心我们随便关，好的，关得动关得动，好的，远交走起啊，吴中走起，南蛮开齐开齐啊，这个刷齐刷齐，好的，就这一发新场齐齐齐啊，好的，顺起来，然后这边也是吃桃，然后这边接着开不中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烧一发，果断带走这死嘛，带走这徐晃，带走这邓艾，然后还想带走这江香。哎，好的，带走这香香了，就在这一发，带走这香香。香香说啊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是吧？你这么屌，直接把这没想到跟这个天命，跟这个凌波微步都带走了。然后这边接着再开这南门开起来啊，然后果断也是直接把，哎我擦，哎我擦，没有把这香香带走。香香表示天过冰，开玩笑，我接着嗨，强撸灰飞烟灭，带走这奖杯啊。好的，没有带走这奖杯，但是先带走这黄老爷子。好的，然后这香香接着再刷啊，果断也是直接带走这奖杯啊。啊，这个强撸啊，这个还是撸不动这奖杯的节奏啊。好的，我们依然说关心关心，折什么破皮手牌？锦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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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并没有锦囊，然后这边一个九火杀啊，这个坑一坑这贾诩吧，然后看一下这个香香也是接着杀这个奖杯，奖杯表示还能抵一发，我们这边有个糖还是抵一下。好，给自己打个不信，好，给力，然后这边也是接着在吃桃回牌，然后这边缓状态，然后看到这贾诩杀我们表示能闪啊，闪完以后这奖杯接着个摸牌，我们表示接着关心，果断关到锦囊，好了，开起来，然后给这队友不懈走起，哎，不是特别的给力，如果特别的给力，一个锦囊连着一个锦囊连着一个锦囊，然后可能就清场了。
然后开始得讲费，是直接吃桃生息，就这么着了。看一下这边这个甲举是直接杀我们，表示闪，然后这边接着关心，然后接着好的是手九杀九杀九杀，好的带走了香香。哎呦我操，出个老头，哎呦我操，什么想法我靠，折你妈很尴尬我靠。然后边接着带开不动，开启开启开启啊，然后国内带着这老头带带不走，带不走啊，只能下一发带给我。好的，香香可能要接着睡觉了，节奏啊，这尼玛太猥琐了，太猥琐了，见人就睡啊，这个人果断啊，这个我也是不作寒的啊。好的，我们看上这个贾诩也是接着在给这香香补血，那我们依然表示开起来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开一发，然后这边接着再开一发，再开一发，好的，然后这边砸上去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然后这边接着再睡，哎呦我操，感觉这个节奏可能有点慢，但是看见没有，看见没有，这个贾诩这又开始回血，那我们表示来一发贴个兵。好的，如果这一发能带走这香香的话，但是香香表示强弩灰飞烟灭是吧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，这就死了。好的，然后这边那个贾诩这也是直接出这杀这蒋费啊，杀不动他也是直接投降神迹了是吧，毕竟妹子死了他也跟着死了，就是这么个没出息的人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谁还敢黑这孙笨呢，巴贝苏，巴贝苏啊，不然一点都他妈不激情啊。好的，我们是一个二号位，然后八号位直接跳起一个小赵啊，是一个三血的，那么他的主将啊，主将是一个小胖啊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节奏啊，是吧？像我这种人一般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啊，这个我都是不得很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七号接着开启这南蛮，然后南蛮的话也是没有带走任何人。这个毕竟嘛，这是一个主播场，哎呦我擦，是个月音起爆，带在这路神，然而是吧，是个基本月啊，不是锦囊月。锦囊月的话，连着锦囊，连着锦囊啊，可能场子都要被砸下啊。好的，我这边开始不说话神迹啊，不说话神迹啊，不对，这主视角不是他从不说话吧？这主视角是。怎么打数字档啊，啊那我们还是接着说话啊，然后我们依然当一个主播啊，这个场上的氛围很清楚啊，这就是个主播场子，这个主播场子我们就当主播就完了啊，这个是吧，啊是吧，这个宁要是吧，这个哎被人按着打死也要当主播当到最后啊，是吧，就要无脑当主播是吧，这个当上主播以后啊，这个腰不酸腿不疼啊，上楼梯都他妈有劲儿了啊，是吧，这反正吧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广告词啊都是证明啊要当主播啊，是吧，这个果断，反正当主播这就对了，这个其他都不用多想了，因为这就是个主播场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这个小胖居然也不放权，我操，让这场子不激情啊，我靠，哎，是吧？明显大家都想当主播的节奏，我靠。然后这边那个小胖 ID 表示360跟 QQ 是一家的啊。好的，用 ID 声明了自己的态度啊，这个逼我给满分啊，这个逼装的不错，满分逼啊，不多寒。然后这边那个月音这分分钟带给这僵尸啊，是吧？这个妹子打倒僵尸什么的。然后这边果断再打出一个菊花哥，好给力啊，果断妹子抱人菊花什么的，这都是是吧，太重口味了，太重口味了。然后这边这个月音接着再抱着菊花哥，我们脚步接着叫啊，好的叫起来，然后看第二这边我们表示抱起来补起来红杀走起来 AK 来来来，好的开始杀，好的果断带走这月音带走，好的，然后月音这还没死，接着再开个万箭，好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接着再拿牌拿牌，好的再带走，看到一个人少，接着再带走这月音，然后接着再开一个南蛮，果断带走这皮少，然后接着再开，好的红沙拿过来，好的九沙走起，然后这边也是接着再洗牌，果断来一刀带走这庞神，然后这边接着再杀再杀，果断带走这张飞，然后这边是吧，这就把场子给清到一半了是吧，顺便还打死这庞神什么的，哎，这都是不多寒的，这都是不多寒的。好的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打死这月音，然后小胖表示哎，虽然有两条命啊，但是还是哎我操，你不是应该说好的你应该投降，我靠，这个剧本上是这么写的，你不能临时发挥啊，你又不是什么牛逼的人物，你不能老搞临时发挥啊，这个你的临时发挥没有卵用啊，赶快投降赶快投降啊，这个没办法，他不投降我们就弄个大象把他踩死啊，这个免得他在这这么猥琐啊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还是孙笨啊，看一下主视角 ID 叫算了谁，我们是一个六号位，好的，一号位是一个河北上将，表示我人品在爆发，直接爆死这五号位，然后直接带走这真机啊，牛皮牛皮，
然后看一下这二号位接着杀这个贾诩，然后这边果断开始出杀啊，这个疯狂走起的节奏。我们看一下这三号位这个机型的啊，这个洗牌洗牌再拼点，好的给力，果断带走这一双头吗？啊，并没有啊。哎我操，你想让我们吃胎？你想让我们吃胎？那我就满足你，我们就吃胎，我们就满足你是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都满足你的，是吧？我们一向都是满足你的啊。当然这边暂时还是没有吃的啊。然后这边那个独菜表示亮出一个董卓，果断开始洗牌。然后这边发现有三个队友，我靠，这个独菜居然有三个人，我靠，这边打死这独菜，我靠，是吧？这个哎，这个我们要教导这小朋友啊，这个毒品是有害人类的。是吧，有害人类思想的，有害人类经济的，这个我们要教导他们从小不要沾毒品啊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就不说冰毒了，这个摇头丸这些都是不能沾的啊，连 K 粉都不能沾，开玩笑，这些东西沾了那就很严重问题啊，很严重啊，很严重啊。这个反正吧，这个普及毒品不能沾的常识啊，这个应该由国家安全部门来普及啊。这个像我这种娱乐型主播啊，这个如果说太多的话，这个显得稍微有点啊，是吧？这个逗逼什么的。但是我们表示啊，我们主视角看没有，很失望，让我很失望。我在这里普及了这么久关于毒品的常识问题吧，他顺手就把这毒菜给吃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人怎么说都是没用的。这个果断分分钟直接，你看到没有？该吃毒，该这吸毒还是吸毒，我操！然后哎，果断就被抓起来。然后他表示愧对全国人民，我操！哎，我们主视角也是愧对全国人民，我靠！然后开始奋进的杀这两条命，我靠！好的，然后这个小偷还偷我们，我靠！小偷表示偷不动，我靠！小偷表示没有跟这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两条命也打死，我靠！好吧，这个吸毒还这么牛逼吗？然后我们表示接着顶住，我靠！哎。然后我们吸完毒以后居然就清场了，我靠，哎，果断开始把这血给回起来，我靠，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当然那个激昂神器我们表示哎顺手果菜都不用，什么想法这都是好的。然后一刀带着这辽神啊，当然没有九杀啊，不是特别的激情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毒苗黄盖。看一下主角是香屁股啊，这个不太和谐的 ID 啊。好的，六号位啊，这个大 fuck 啊，二号袁绍开始射啊。好的，是不是很激情？然后果断这啊，你把这八号位带走敢不敢？但是他啊射了，他又射了啊。你是吧？这个七四什么的，这都不动弹啊，啊是吧？这个我都是不懂什么意思的。袁绍你果然射不动啊，这射不动啊，你已经老了。然后果断也是直接贴这老头啊，老头表示我还能顶一顶的。然后我们的上家也是果断啊，这个带着这老头，然后老头说我还能顶得住，我还能顶得住，我操！这尼玛老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老头就这么能顶，但是这袁绍反而是不行的，哎，这个我都是不还的。好的，然后这一个百步，我操，在百步之外就能把这顶死，然后果断就把这皮绍给弄死，然后接着再杀这死蚂蚁，然后死蚂蚁也死了，我操！然后这袁绍也是接着开始舍不动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头，老头的话也是很悲催啊，离开神迹啊，那就死了，哎，然后就死了。然后这个吸血鬼什么的，这个我都是不动弹的。我们表示大 fuck 不动，那就接着 fuck 啊，不管能不能 fuck 动，我们接着再还是 fuck。然后这边是接着再吃，好的，接着再来，好的，接着再挣扎，果断，那就过，哎，进不了场我们就过啊，我们就是这么低调。哎，看一下什么想法，然后果断万箭开起来，哎，好的，带走了一个烟人，给力。然后接着再混着啊，然后这边袁绍肯定要射，袁绍一旦开始射，我们就比较被动啊，这个八卦什么毕竟不是那么给力啊。好的，然后这边那个关羽也是想带着袁绍开始吸血的节奏，我们表示抱起这关羽，然后接着大发一波吹，然后果断反接带着这关羽，好的，给力，收着这关羽的人头，跟着袁绍挑，基本上这也没什么问题，直接南蛮开起来砸起来，好的，胜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就是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一打四。看一下主视角是我们的恶昌有泪，我们是一个五号位啊，选择了一个袁绍马腾啊。然后这一号位啊，开了一个五谷慌张，他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啊，搞不清楚，没看见啊。这个虽然可以翻这个历史去查看，但是我表示就是不看啊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这个果断把这小胖给杀成狗，我靠！小胖的主将表示地球人都知道，我靠！哎，不动弹，我靠！然后燕人表示果断跳起啊，开始吃这毒菜，我靠！哎，是吧？普及 N 年的这个戒毒教育啊，这是没有用的，我靠！哎，前赴后继的吸毒，我靠！不动弹，我靠！我们主视角说弃白锅，我靠！啊，当然我们弃白锅主要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什么人把这燕人弄死啊，不是？
把这个毒太弄死啊。这个我们等着别人吸毒啊，等他吸完毒以后，他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我们再把他带走啊。我们看下这个八号呀，是吧？这个也是直接哎怒杀这小号，小号说还能顶一顶。然后这边这个他毒太这儿也是拿五张牌，我靠，非常凶残，我靠，没有什么卵用，我靠，果然中了一个乐，我靠，好的，二张，互换二张啊，并没有二张，我操，两个桃，我靠，这么好的牌没有人要，我靠，哎，悲剧。得有一二张，你得有啊。好的，出个糜夫人，哎，然后这边是直接大铁连，带大铁连，活攻自个儿，留败啊。然后这边是直接打出个巡视巡，表示给人补牌啊。然后我发现好像一二三四，哎呦我操，四个楚国了，很大呀，我靠，压力很大，我靠。但是我们表示不虚不虚，作为一个庞神的弟子啊，而且是首席的，直接开始射，带走这全场。不多谈，不用多谈了。好的，然后小胖接着放拳，哎，不放拳，果断自个儿杀这毒菜啊！想吃菜，想吸毒，开玩笑，这个你这个大脑发育的不是很完整啊，这个最好还是不要吸毒啊。这个吸着吸着就把自己吸死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把自己吸死了，嗯，咕咚咚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这烟人这儿分分钟带走这。哎呦我猜我们一打四，我靠，一打四，我靠，开始射，我靠，好的，这就开始射，我靠，果断带一打四走起，我靠，好的，清场就在这一波开始走起，然后接着再来一刀，好的，给力，然后直接带走了关羽，然后接着再射，果断带走了张飞，然后接着射，果断带走了庞统，然后接着再带走了老朱哥啊。卡比不准的这个 ID 好像也是以前投稿过的，这个我看得很熟啊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机智的不射。然后看一下选择一个袁绍孔融主视角，还是我们的恶昌有泪啊，我们是一个二号眼。然后我们开始射，哎呦我操！我发现解说这袁绍的视频的时候，我只能射，我只能说我就开始射，我就开始射，我操！这哎，这听起来怎么太和谐了，太纯洁了？这个体现了我太纯洁的品德，这个我表示很尴尬，这个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纯洁。好的，我们这边也是五号位出个夏侯惇，然后这边也是吃个桃，装个很甲什么的。六号位出个吕布啊，果断啊，好的，这就啊没有带走的雄黄，我靠！那我表示换装备，来刀烧死这雄黄。好的，然后开始射，好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没有带走，哎，带走我们的上尖，来来来，射一发，射一发。哎呦我擦！哎呦我擦！哎呦我擦！好的，我们表示三打二啊，基本上压力不大。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带走这马腾。哎呦我擦，马腾这就卑鄙的悲催的野了。好的好的，然后这边这个机智的河北骚连，这都是不多含的，因为河北的故事比较多，所以他学会了机智这个技能啊。好的，我们分分钟带着这月英，然后月英这也是不想打了，这个甭管有没有杀人闪，这都不要闪，这个没什么可闪的，因为你肯定是输啊，肯定是输的，这个也不用多团啊，看到没有，他有酒也不用喝啊，这个不要浪费时间神技啊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袁绍啊，不是三位碾压啊。选择一个郭尖甄姬，主视角 ID 是恶苍有泪，我们是一个三号位。好的，这个选将都是这么霸气啊，才能赢的。这个我们的恶苍有泪同学，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多寒，不多寒，这个大家都懂的，大家都懂的。好的，我们表示激情暴起，郭哎哎哎，邓艾怎么跟这死蚂蚁坑起来啊？是一个离间是吧？离间好，这我们表示判定判定。一波一波，清场清场，带着这装孙子啊。好的，俩桃啊，桃不要太多，要太多，太多。好的，然后接着大铁连，雷杀走起，雷杀走起，果断带着这装孙子，然后这装孙子这就装不下去，他就死了。我们接着再吃桃，开门门开起，牌你就随便的拿。好的，拿个闪什么随便拿，我们闪正抽多的了，然后气来过，然后这边留个寒冰金。行吧行吧，好的，这边亮出一个谁能挡我啊，果断带着这死蚂蚁吗，但是我们表示有一个桃能等住，果断帮这死蚂蚁扛住的节奏啊。吾乃天命之子，顺手牵羊，别动，等杀神，我等杀神。然后死蚂蚁也是直接给这七号位贴个兵啊，不错不错，然后七号位表示这就中了个兵，然后这边这个老朱哥这儿也是开始关心，走起走起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中了一个兵铃，然后给我们贴个乐，然后出场杀我们啊，杀这个八号位啊，然后火攻杀这个火攻这屎蚂蚁的节奏啊，
好的，然后并没有火攻中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那个陆先生开始激情走起，刷牌走起啊，然并卵，我靠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卵用啊，这个没有抱起来，这个你不是抱香肩那也没什么用啊，我们表示啊，好的，弃牌过，然后这辽臣接着偷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带到了吕布吧，我们进入一个联动吧。好的，带到了吕布，然后这吕布这就死了啊。好的，然后这边就拿到这人头以后，我们进入一个三打三，然后这边这个司马懿表示闪电轰死这知天意老猪哥吧。天哪，桃园结义，哎呦我操，司马懿也是很穷啊，我靠，连个改闪电版的闪电的判定牌都没有啊。好在这边那个香香刚好直接被碰死了，我操，仿佛心啊，这关心神技啊，我都是不动寒的。好了，我们分分钟带着这关心，然后这边开始跟这个一号位打，这个赢起来就不要太简单了，这个分牌分牌，然后铁连是吧，这就这么简单的三打一了，我靠，然后是吧，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了。好，你看这边这死蚂蚁都跟人吃鸡了，我靠，然后我们表示顶住顶住冲。好的，然后这边开始万箭开起来啊，不是，好吧，这万箭到死蚂蚁头上，然后我们表示直接来一刀啊，这个辽臣接着偷，哎，这僵尸猴也顶不住，我靠，虽然能撑一撑，但是是吧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们就看下一盘是一个啊，刚才看了哪一盘？145是吧？我们现在看166啊。好的，我们选择一个夏侯兄弟，主视角是我们的桑里乐，我们是一个三号位啊。无中生有，以逸待劳。好的，然后果断拼，哎，拼没拼出个所以然啊，明显的这是一个主播场子。好的，我们表示不当主播啊，所以被人坑成孙子，我们表示亮出个夏侯渊，是吧？千里洗礼啊，果断也是直接啊，这个拼跟他拼啊。好的，然后这大乔纷纷都被人带了啊，这边也是有杀出杀，都杀这大乔，敢不敢？哎呦我擦，你杀这个杀大乔的，那你就是大乔的队友，那你就是一个无果，我已经推测出这六号位是一个无果，我的推理到底是不是对的嘞？啊，这个以后会揭秘的，这个我们等待着，我们拭目以待啊。好的，然后这个大乔表示裸奔，带裸奔，大裸奔啊，撸走。好的，我们的牌这就没有了。好的，取你首级，然后这边是吧，这个就这么过了啊，这个也不动了，然后这边看一下。哎呦我擦，又亮出一个史蚂蚁啊！哎呦我操，你就是想坑死死蚂蚁开玩笑，你就想难开起来，你还想带着死蚂蚁开玩笑，我们就是救。好的，判定改起来。老天不助我冤。哎呦我操，死蚂蚁被断肠。不善于千里袭人，果断火攻带到我们下家。好的，带到这老头，然后这边一个二打二的节奏啊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这个货表示果然不是我的队友，因为六号刚才已经跳了很明显的巫国，这都是不动寒的啊。好的，我们接着二打二，然后这死马已经死了，我们要一打二，一打二，一打二。好的，双刀哥走起，然后这边这个六号表示还是不亮，哎呦我擦，他不是巫国，他不是巫国，他发动神技装逼，哎，给装逼成功啊。这个逼我承认啊，十分啊。好的，我们这边也是接着在装装备出杀啊，然后这边果断亮出个董卓，表示抢牌走起，是吧？然后开始崩，哎，那我们表示不管他，我们接着跟他耗啊，你接着崩着吧，哎，我们这边也是摸牌过啊，然后这边看这边你还能干什么？崩。好的，然后接着崩血啊，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啊，顺手走起啊，我们这边也是直接啊，九杀，好的，一杀一弹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南蛮走起，然后这边看没有？好的，董卓表示崩，然后这个扎拳吃桃，分分钟这个自己吃满着，我们表示接着摸牌过啊，绝火杀，哎，好的，分分钟把这扎拳弄死，然后董卓接着崩，哎，然后他已经四上线了，他已经一血了，好的，我们表示接着首级走起，带着这周瑜，然后跟着董卓拼，好的，董卓这单挑能力太强了。太强了啊，这个我们实在是打得过。好的，我们这边也是直接啊带着他一刀，哎，八卦表示顶住，然后这边也是杀我们表示有闪，我们倒是希望他杀得中啊，我们直接崩他，这个崩死他，刚死他。好的，我们这边也是被含掉这桃，我们说啊就这么着吧，然后这个接着杀我们表示闪的，这个寒冰剑还是比较蛋疼的，所以你想到了这庞神到底有多强吧，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张飞啊直接给神速掉，然后直接把这董卓给带走了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是一个贾诩啊。好的，河北的贾诩，主视角 ID 是啊还是我们的乐乐同学啊，四号位啊。
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应该是个结巴。我怎么能开始是个结巴，后来又不是结巴了？哎呦我操，被雷，这就被雷，然后开大，然后果断杀啊我们的小尖，然后并没有带走雷，砰，然后这有一个延安人，这 N 分钟想带走我们，但是他并没有这么些杀啊，然后这边这个。哎呦我擦，这个结巴都已经结不好了，哎我都是不得行的，然后这边这个马腾这儿接着开雄毅，哎呦我擦，老头表示这个被人被酒杀了，操，然后果断没有人捞这老头，然后老头就死了，哦不动啊，好的啊，我们由于被雷啊这个被逼出来亮啊，这个还是比较蛋疼的，然后我们表示接着在是吧出杀雷人，好的，带走，然后这边是直接带走，好的，两个雷赢了啊，我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啊，是吧？哎，没反应过来，这就赢了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袁绍啊，马腾啊，袁绍加血，左手角 ID 四还是我们的乐乐同学，我们是一个二号野，然后我们接着开始射，啊，跟袁绍有关的只有一个字，射，乱。啊，这贾大爷跳起来，然后这边那个郭嘉死了，啊，大师死了，甘夫人死了，然后接着射，好的，接着再射最后一发，都死，哎，是吧？甭管你谁跟谁，都死，好的，游戏结束，赢了，啊，赢了，我们接着看下一盘，是一个，好的，最后一盘啊，李典甄姬啊。看一下主视角 ID 是同奥啊，我们是一个四号位，一号位开始看下家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当二档，我们看这二号位也是洗牌当二档啊，这一帮主播，我靠，准备打到边锋倒闭啊，我靠啊，这个边锋快倒闭的感觉，但是我们主视角说啊，这个为了让边锋的股价更加稳定一点，所以我们也是跳起来啊，这个哎，不能让边锋倒闭了，如果边锋真倒闭的话，我们表示很尴尬，这个如果想在线上玩这三国杀，可能就找不到什么正经的地方了，只能自己去搭私服，而搭私服在中国是违反这社会法律的，这个是吧，这个我们表示啊，不能搞这些事情啊，不能搞这些鬼名堂，然后这袁绍表示这就开始射哈，然后这开始射哈，然后果断也是没有和袁绍有关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射，然后这袁绍表示接着开始射哈，直接射死一个队友哈，然后他就逃跑神器了，在集体顺手前然后表示吃桃，我靠，接着摸牌，我靠，桃连桃，我靠，桃，我靠，哎，桃不动，我靠，然后这边拼点双杀，我们表示不虚他，我靠，还有很多桃，我靠，哎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摸桃，我靠，然后一直在吃桃，让你摸牌等地是吧，然后这边随便借牌都拿不起，然后你随便开玩笑，我们这桃出得去啊，这个桃连桃是吧，桃上加桃，哎呦我靠，这下桃不动了，这个桃不动了，没有他要死，如果死，哎呦他，我们死了，如果猜的话不要让我们猜，好的，哎呦我操，猜到一个红桃，给力啊，这个神级人品，好的，逆袭，既然我们是神级人品，说我们这一发直接要赢，开始判，哎呦我操，没有判，亮起的是一个大巡巡，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开始杀，边杀边摸，并没有啊，这个就靠着这裸杀就把这俩货都打死了。